粤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，是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源的文化纽带。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。豫剧有300多年的历史，出现了一大批豫剧大师和经典剧目，希望广大观众支持我们豫剧，关注我们的豫剧，也支持广东粤剧。600年的昆曲，人们把它比作兰花，一字一腔，一歌一舞，优雅高洁。有大海的地方就有潮人，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剧。广东汉剧是广东的三大剧种之一，是我们客家人的大戏。雷剧是雷州半岛独有的，在雷州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，用雷州话为唱白的地方剧种。梅州客家山歌剧是在民间艺术的基础上，融合了多个外来剧种的表现手法而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。戏曲戏是源自于400多年前陕甘地区的戏曲腔。正式戏又名正音戏，有南下大戏之称。来自戏是古老地方真虚戏曲。乐昌花鼓戏俗称调子戏，主要流行传唱在广东的北部地区。花潮戏是在神潮基础上稀疏民间小调和说唱音乐发展起来的小戏。粤北采茶戏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是粤剧演员曾小敏。我是粤剧演员丁凡。我是粤剧演员倪慧英。我是广州粤剧院演员欧慧明。我是广州粤剧院演员陈敏雄。我是广东粤剧演员蒋文端。我是广州粤剧院演员黎俊升。我是广东粤剧演员曾慧。我是广东粤剧院演员林家宝。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演员彭庆华。我是广东粤剧演员文宇清。我是广东粤剧院粤剧演员冼鉴陀。我是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演员朱建豪。我是豫剧演员李淑建。我是昆曲演员沈毅力。我是广东潮剧院的演员林彦云。我是广东潮剧院张怡华。我是广东汉剧李香花。我是广东汉剧传承民族院的演员季斌。我是雷剧演员林奋。我是雷剧演员唐金凤。我是梅州市客家山歌传承保护中心的客家山歌剧演员潘西月。我是戏曲戏演员李维平。我是陆丰市政治戏传承保护中心的青年演员林小成。我是广东省陆丰市政治戏传承保护中心的演员庄伟琴。我是西游戏种白子戏演员吴佩锦。我是乐昌花鼓戏的演员小百秀。我是花潮戏的演员周清瑶。我是粤北采茶戏的演员周小龙。完全有戏，精彩为你。2月14号晚，我在广东粤剧艺术中心等你。